Yeah!
结果了他，不妨先把这里翻个底儿朝天。那黑风怪赏了灵虚子一颗金丹，若是寻到此物，就算没白来一遭。神想起来了，当年怂恿金池长老放火烧死唐僧师徒的恶僧，正是他俩。我倒是这两人都随那场火灰飞烟灭了，谁晓得不但没死，还化成了一狼一蛇两只妖怪。不过无门小为人，
善若不施，恶则不长。小生劝你再思量思量。虽炙柔，可沸腾。你感受到了吗？
是大哥要我来做个内应，这才假意听命于那熊皮，守着后山要道。知君命不好，同病亦同忧。观音禅院是烧没了，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。贪根不拔，苦树常在。你真正想要的东西，忘了最好。那三口中，你可都见过了。旁人念念不忘的，也是你所求的吗？中。从黑风怪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，却不许旁人靠近。莫非那三口钟与当年的火烧禅院有关？此人所言不像假话，小猴子，你可暗自留心。Okay.
我今年270岁，空乘了几百件袈裟，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不，光之光眸，那袈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们别烧，都别烧了。何不等我进了山来，再与你斗？不同遁技之法，也敢欺吾心斗？你的铜头铁脑呢？跟我来山顶挥挥。他这巨型散气之术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。他刚才的几番变化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正好小老儿收下来用。行散气无痕无迹，里面门道大得很，自己慢慢领悟吧。
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，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
好端端的，谁敢对那傲天宫的瘟神动手啊？龙怪说的倒不假，姐再多的胆子，他也绝技不敢自己谋害大圣。这幕后指使，定然另有其人。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，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，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朝拜敛财而已。若小圣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，重戴金箍，从此不再离开普陀半步。别听他掰扯，小猴子，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。